过去的人们讲究春分祭日，秋分祭月，此俗历代相传，最早从周代就开始了。《礼记》说，祭日于坛，在这一日，太阳直射赤道，寒暑均分，昼夜相等，也就是说，一改冬日里夜长于白天的现象。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都源于太阳在这一日地位重要性的凸显，所谓日照中天。过去在老北京，皇帝在春分时祭日要去日坛，虽然比不上祭天的典礼，但仪式也颇为隆重，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虽然如今的日坛已经告别了祭日敬神的时代，成为休闲娱乐的公园，但来此的人们仍然会体会到古时太阳崇拜的氛围。有一些地方还流行在红纸上印上全年节气和耕牛犁田的图样，挨家挨户地送过去，名曰送春牛图，希望来年风调雨顺，作物丰收。清人高鼎在《村居》中写道，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，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说的就是春分时节放风筝的民俗习惯。放风筝是一种很好的全身运动，在放风筝的过程中，由于要不停地跑动、牵线、控制，全身的肌肉关节都要参加活动，有张有弛，有利于放松筋骨、活动肌肉。春日放鸢，引线而上，令小儿张口而试，可以泄内热。这是宋人李时在《续博物志》提出的放风筝养生原理。听人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里也说，儿童放置空中，最心清目。要说春分最有趣的习俗，还和一种食材有关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？还真不知道。我不懂嘞。你可懂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竖鸡蛋。竖起来。可以把鸡蛋竖起来。对。没错，就是立蛋。这个传统起源于4000年前。传说春分这一天最容易把蛋立起来。有人认为这里面有科学道理。春分是南北半球昼夜都一样长的日子，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，此时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与地轴呈66.5。春日食春芽是大自然的赐予，中医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说要食碎谷，意思就是说要吃时令食物。春天里所有的植物都生发出新鲜的嫩芽，其中可以食用的春芽有很多，如香椿、豆芽、蒜苗、豆苗等。
说到春史，不能不提春笋。被誉为素食第一品的春笋，作为美味佳肴，自古以来备受人们喜爱，文人墨客和美食家对它也赞叹不已，有尝鲜无不到春笋之说。春笋笋体肥厚，美味爽口，营养丰富，可荤可素，做法也不同，风味也各异，炒、炖、煮、煨皆成佳肴。在地方名菜中，春笋均占有一席之地，如上海的枸杞春笋、南京的春笋白拌鸡、浙江的南肉春笋等，都说明食用春笋古已有之。我们都知道，食物有寒、热、温、凉、平五性和升降沉浮四态，而春分的饮食要讲求和，不要偏食偏热或偏寒的食物，也不要只吃生发或下降的食物，所以在烹饪时要注意食材和配料间的五性搭配。比如在做豆芽、木耳等偏寒的菜肴时，加一点葱姜等温性配料，想吃有生发之气的韭菜时，与滋阴润下的鸡蛋一起炒，如此上下平和，才能达到饮食上的阴阳互补。我国古代名医孙思邈说过，春日宜省酸增甘，意思是说春季宜少吃酸的，多吃甜的。中医认为春季为肝气旺盛之时，多食酸味食品会使肝气过盛而损害脾胃，所以应少食酸味食品。而人们在春天里的户外活动比冬天增多，体力消耗较大，但此时脾胃偏弱，消化能力较差，不适合多吃油腻的肉食，所以热量可以靠吃甜食获取，倒是让人有了一种餐桌上终于苦尽甘来了的感觉。从立春起，人的阳气开始从内脏向外走，到了春分，人的气血一半在里面，一半在外面，随着阳气越来越盛，大量气血从里面向外走的这个过程中，最容易出现拥堵现象，从而引发痼疾。身体原来哪有问题，这个时候气血运行受到阻碍，哪里就会明显地感到疼痛。既然痼疾复发是身体堵车造成的，那么防治痼疾复发的方法就应当放在如何疏导交通上。肝主疏泄，所以疏导交通的功能自然应该落到肝的头上。而要让肝发挥正常功能，首先就要注意在饮食上以轻补而不要浊补，因为肝主青色，所以应多吃一些青色的食物，起到养肝的作用。起居上，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，都要适度。素问指出，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。动之过度会损伤机体，但过度安逸也会导致气机闭阻，因此在日常起居中，我们一定要遵循适度的原则。另外，为了让气血正常疏泄，我们还可以重点按摩指尖和小腹，以帮助气血的运行。是因为在手指的两侧分布着人体经络的井穴，如果说人体的经络是一条流动的河流，那么井穴便像水流开始的源泉，所以捏揉手指尖能够起到疏经通络、调节阴阳的作用。而小腹是人体的中心，对平衡人体气血起着关键作用。春天的时候，气血开始从腹部向外发散，而按摩小腹可以养元补气，所以揉腹是很关键的。在春天揉小腹的时候，每天的早中晚各揉一次为宜，先逆时针后顺时针，
最少以36圈起或36的倍数，揉的力度要适中，这样有助于调节气血，使阳气更好的生发。春分是和煦的风，是萌动的景，是归来的雁，是发声的雷。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当此时春分已至，春灯正明，复苏的春风已在窗外。